收尾有点烂，来看一下。电视金钟奖身为三金奖项数量最多，为了将时间都留给得奖者又不超时，本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只有三段表演，而其中压轴演出的韦礼安演唱入围戏剧作品主题曲，实力派嗓音让入围者都感动泛泪。客语、闽南语等四声道完美诠释，成为本次金钟难得的全面好评演出。会这么说，是因为有号召响起，阿达、Janet 和康妮妹带来的开场表演，让网友大呼好尴尬。Hey boys， 看什么？广众你想吃什么？冰姐你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 Everybody 什么？串联节目结合小吃主题，加上饶舌看小提琴演出，看似丰富的内容，网友却不买单。而另一段表演哭住，就非中场演出的八三幺啦。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讨厌在即便走到天边，平凡的傻事有了心变成经典。精心改编的曲风不被看好外，主题曲配上服装走秀，更被网友大呼很出神，尤其到了包大人飙舞这段。不过好在最后化身灭绝师太的周海媚惊喜现身，总算为演出添上神来一笔。我看到当前如梦后，做自己才是英雄。而周海媚的魅力不仅如此，在担任颁奖人时强大电力更让张轩瑞好紧张。因为我知道海媚姐在以那个倚天屠龙记是非常经典的周芷若一角，有一个游戏叫做数肩膀，有听过吗？哦，数肩膀我真的不知道哎。一二三四，哎呦，吓我一跳哎！在台湾演戏的时候。哎，为什么笑啊？不止周海媚这个大亮点，韩国演员金兰媛这次也为颁奖而来，和天心一同担任颁奖人，大秀中文，让全场一阵疯狂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派金先生来为大家加油打打气，放松一下心情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快停。黑佳，加油！哇，黑佳加油！金兰，힘내세요。加油，一文，一文 ，fighting， fighting。好，最后耿如，耿如，哎，这个不用，这个让我来好了。对，我怕你太热情了，待会真的有人上来跟你 fighting。哎，耿如 ，fighting，fighting。看来焦哥应该是不会在意了，因为在长达将近五个小时的典礼中，焦哥早就多次公器私用。对着女友孟耿如大方示爱，所以容许我花一点时间跟她隔空喊话一下。好，耿如加油，怎么办？你不敢看啊？你不敢看，转过去啊，不要看啊。好吧，容许我就转过去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敢看。耿如抱抱，耿如，你开心吗？奉献加上幽默主持，但在典礼尾声的一个小意外，黄子佼竟遭网友炮轰整个烂尾。还有许多灵魂人物贯穿整个大家族，带给观众泪水和欢笑的花甲男孩转大人，还有麻醉风暴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反正大家都在赶时间，一阵混乱。由导演王小弟担任影言入围戏剧，没想到惊漏了《麻醉风暴二》剧组，为了流程进度直接颁奖，此举让焦哥成为箭靶。而接下来，哎，好，我已超时了，来换谁？哦，该不会每个都要讲一段吧？一句玩笑话让网友集体炮轰。不过焦哥事后可是有话要说。麻醉风暴二，对不起。王小弟老师没有讲到麻醉，那我干嘛出来呢？我就是出来救的嘛。刚刚听说王小弟老师到后台发现他的稿子是有麻二的，那我不是倒霉了？我为什么要出来救？那我也算是今晚最大的一只羔羊了。但没关系，我还是有赚到主持费，所以我也认了，好吧？但今年纵观全局，包括你们知道的跟你们不知道的事情，以及我们上台前突然间有稿子的跟动，还有各种的自宫，我今年给我跟佩晨100分，我真的要给自己100分，我觉得我已经用尽。